看看谁筐子里的瓷器比较多。瑞哥，啊、哎，怎么说呢？我有点拿不起来。这都溢出来了都。三国，你多少个？四个。我也四个。没有，你五个。啊，我五个，我五个，我五个。你的人品怎么能决定你有五个呢？哎，他这个是一个。你会？运气有点好。瑞哥，我就觉得不要看谁多，就看谁少就行了，因为一目了然。像我们这都挺多的。这个奥妙的不在于拿的多少，所有的秘密都在这个瓷器的底儿上。这什么？幸福如意，笑口常开。谢谢惠顾。不欢迎惠顾。啊，没有，我没有。小白，拜拜。艺术艺术，哇，传说，两星啊，有一个史诗。